猴子，你看，现在很流行吃健康食品，我买了这一盒魔芋，口感很特别哦。魔芋？你是童话故事看太多，我还杰克的魔豆嘞。拜托，我说的魔芋就是你也吃过的蒟蒻啊。哎呦，你妈帮帮忙，你说的魔芋那么怪的东西，谁知道是吃的蒟蒻啊。